我们先看他这一次准备的蛋币哦，6000哦，6000要拼封顶是不是有点难啊？开抽开抽，一哦，保护还是普通啊？现在保护还是6哎，那我们就用保护来抽一下。二吗？上！哇！再保一次，4不过3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好了，他已经必定生成了啦。加二，哇！有哎，5成了，各位。认真，冲顶！拜托，让我冲顶，让我冲！脑充血，冲！顶一个！你要大声什么啦？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啦，如果我们这一次保护抽取我们有生成的话，那我们就有机会冲顶；没有生成的话，那就没了。冲顶！拜托，冲顶！有冲顶！有了，点击领取。毁灭不是我的目的，最高级别。我前阵子有去泰国。然后呢，有去祭拜一尊神像，那尊神像呢叫做降将菩提。这个降有两个寓意哦，慈祥的出现跟吉祥的开始。将就是将士在这个世上，菩就是菩萨的意思，帝就是上帝。这个泰国的一尊神像叫降将菩提，那它的泰文怎么翻呢？พระโพธิสัตว์เสียงเจียง พระโพธิสัตว์เสียงเจียง各位，它那个卷舌音是重点。它那个 Tlisa 的重点要卷舌 Tlisa， 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直接把降将菩提本人请过来，好不好？那我相信有了他的加持，我们这一场会有更好的结果。OK， 我们请他先就坐一下，就由他在这坐镇。哎，这是 RY 吗？我觉得你这个看法不错，这个可能是撞脸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哎，像每个次元都有每个次，来喽。顶级手抽，直接加3，敢不敢？嗯，这个是要拼封顶，而且我们现在有降将菩提在我们头上，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啦，不可能扣啊！有降将菩提在，真的是找不到扣分的理由，各位，马上就来到3层了。降将菩提，虔诚之抽，不够虔诚。嗯，他干不是让他普通了？哎呀，事情大条，这个事情真的很大条，各位，非常大条，我们一定要在后面光速出货，不然真的完蛋了。拜托。这什么？怎么扣二啊？拜托，直接让我补一个加3，好不好？直接止血。降将菩提出动，直接盯着他，给予的是什么？是压迫感。再来要直接中奖了，不可能这样保吧？有了，补回来了。降将菩提给予压力啊，看着他，没错，就这样看着，直接中奖，拜托，哎，这51很痛啊，拜托，上去，完了，加三加一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我们有办法在这一抽直接中奖，我们就有机会弥补刚刚的过失，发财经，救救我！降将菩提，拜托！
完了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拜。有没有机会再一次加二呢？绝对不难错，绝对不难错。加二，加二，封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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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拯救世界，降将普地，感谢你降世救苍生。号主不用生气了，我做到了。不是我，我虽然有错在先，但是我弥补过错。下一位，他说如果有运气到七的话，那就七；没有的话，那就六成。来，菩萨做主位，我们直接跟降将菩萨合而为一，好不好 ？OK， 上一层了，各位。你还是上我头上好了。第二抽有吗？加吗？有加，手感不错。敢不敢直接让我冲六？加三，加三，直接完成，领取，光速结束。太猛了，我们会抽到红色还是蓝色呢？来，各位，蓝色，又要出来了，降将菩提，加一，看有没有机会直冲六成。其实我蛮想用看普通的，我今天运气很好。可是我觉得还是稳定一点啊，因为我好像这一层一定都会加哎。哎呦，好险好险好险！怎么办？要不要用普通啊？我觉得我今天很强哎，普通，我有一个预感会上。人还是老实点。为什么啊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抽别人那么好啊？抽我的那么烂，没道理啊！降将菩萨之眼，好不好？看着他，加二加二加，有有有，来到三层了，各位，看有没有机会直接加三，直接拿到我们的那个造型。来喽，这次必升喽！不加三也给我个加二吧。有，可以。拜托拜托，不求二，有加就好。不求二，有加就。拜托拜托，有加就好，有加。哎，我中二哎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办？哎呦，为什么啦？我想要蓝色的啦！好，今天运气太好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今天呢，这个孟子是跟我说啊，他说他想要拼一个小骑士啊，忘记请我们那一尊出来了。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头上，抽这种东西轻而易举，看到了直接上层。嗯，今天失灵了吗？是呀，用一天用太多次了，那个灵性跑掉了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还可以还可以。如果我们可以这边直接冲三，我们就直接结束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看着他施压，哇哇。没关系，这层呢就是保底嘛，这层是一定会上层的。但是上几层是个重点哦，加二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上有降将菩提，下有财色豆，燕翎何惧之有？过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事情不妙了，事情不妙了。昨天就是有败才有差。
双手合十，来了。我们不看好不好？我这一按完，我直接离开。我们就是自信，好不好？我们只接受成功。要是我回来是失败的，我们今天就直接下播。嗯 ，OK， 各位，我知道你们已经看到我回来了，但是我现在不敢面对事实。我相信今天一定是不会让我下播。好，谢谢各位，休息。人家是这样说的，蹲得越低，跳得越高，好不好？我们虽然说150抽都保底，可是我们在运这个底气。再来是什么呢？再来就是直接封顶，这不可能抽到一层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抽到一层。我觉得你昨天大意了。哎，我昨天是不是在直播千嘱咐万嘱咐你一定要提早来让我抽？我昨天那个手气正盛，我就像是手上握着佛牌，怎么抽怎么中。红骑士